講下呢條番薯嘅背景。我個背景啊？唔係呢條番薯。呢條番薯咪番薯咯。龜仔咧，係曾經喺英國遠赴英國，進入呢個四川徐界嘅呢個做取隔離後邊嗰捧餐嗰只，所以對川菜咧有一定嘅要求嘅，研究同埋一定嘅要求。咁樣我覺得呢度嘅水準咧就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冇急冇不急。不急，都是中國師傅。我試下，我哋睇，哇，由中帶領啊！咩叫由中帶領？真係好油。佢可以加辣嘅，其實係可以加辣。但係而家咁樣都好辣咗喎。再加辣啲。嗱，依一個新的咧就係第一次嚟食啦。我哋依度全部都食過曬咗。冇魚王，點解叫冇魚王？裏邊有嗰個牛百葉咯，牛百葉係牛嘅。不是牛歡喜啦，有豬紅，有豬紅咯，最主要都是豬紅咯，其實。有鰻魚，有鰻魚。少少鰻魚。有嗰個叫咩啊？咁我呢個叫大豆。唔係鰻魚啦，黃鱔啊，鰻魚同黃鱔好大分。叫大豆牙，驚咩？驚咩？驚辣啊你？驚腸啊！驚腸。講一講啦。誒，我以前唔食豬紅噶，我食咗呢個。但係食咗依把又咪就減食豬紅咗佢。唔愛，我唔愛識食豬紅啫。好吃的，我第一啖是怎樣？熟親，價格，豬肉起嘅，辣子雞炸雞，點好食？豬肉麻麻嘅，其實辣椒乾都可以吃的，用口吃啦，怎樣吃？因為咧，呢個好吃，口水雞，誒，口水雞點樣？好食啊！我冇食過咁樣煮法嘅雞啊，凍嘅係咪？凍，佢凍凍地啊嘛，又凍又辣咁樣，唔知想點樣。真係已經辣到麻曬啊！口講唔到嘢。要嗌無血王嗰個口水雞，夠辣我覺得。